我操！现在来到另外一边，自己来拍拍看。如果有看到什么奇怪的画面或者是东西，你们再留言给我们。现在是全夜视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现在改蓝色的灯光，试试看。有看到什么的要跟我们讲一下。我操！操！谁？有没有人？好可怜。等一下。不会是游民吧？该凶好吧？更是贵啊，有可能。算了，我在这边加空警，有种你再摇一次给我看啊。阿嬷，我第一个故事讲的怎么样？还 OK 吗？还可以吧。那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啊，主角叫小美。那小美所读的这间医学院呢，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以院方他们的说法是，为了维持他们所培育出来的这个医疗人员的素质跟水准，他们在每年固定的时间，会在他们的学生里面随机抽取学生到他们医院所附属的太平间，实行这个所谓太平间住一晚的一种测试。那好巧不巧的，我们这个主角小美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测试里面被抽到了。那我们来聊聊小美。小美这个人呢，她在不管是在她的朋友圈或在学校里面，都是一大胆著称的。那当宣布小美为下一个测试的对象的时候，大家都抱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态，心里想着，嗯，
最大胆的人跟最恐怖的地方，两者合在一起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虽然话说这个小美啊，是号称这个最大胆，可是其实当小美得知她自己本身是下一个测试的对象的时候，毕竟生与死、鬼魂这种东西，再过于理智的人，对于未知的世界跟领域，还是会有带着恐惧的心态。那他表面呢，又要在朋友、同学面前表示着一副我不在乎，我也不会怕，可是心里面怕得要死。最后到了要测试的那天晚上，他硬着头皮在同学面前强颜欢笑。那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不参加测试的话，他又没面子，还是硬着头皮依规定的时间去到这个太平间了。那时间一到呢，这个学长学姐就把他推到太平间里面，随后把门关上。那一进到这个太平间，这个小美啊就觉得很恐怖。那再加上因为太平间里面的大体都必须要用非常低的温度防止这个大体产生变化，所以太平间的温度啊也非常的冷。那小美一进去以后，第一点，里面非常的暗，非常的冷，可以说没有光源。那她在她又怕这个又冷的状况下，脑中就想浮起很多很多听过的这个鬼故事啊，或者这个灵异的传说啊。那心里想说，不行，还有一个晚上要待，那我必须啊找一点事情来做。那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想着想着，哎，看到太平间的角落有面镜子。那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跟这个 idea， 他就想说，那不然我就来唱歌吧。那对着这面镜子唱着唱着唱着，一首接过一首，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他就对着这个镜子里面的自己唱了一个晚上的歌。那终于让他以唱歌的方式熬过了这个晚上。随后天一亮，时间一到，学长跟学姐照测试结束的时间打开了太平间的门，然后放这个小美出来。正当大家针对这个小美的胆大胆识给予赞许的时候，有人发现说，哎，小美你为什么在太平间待一个晚上嗓子都哑了。这个时候小美很得意，就说，啊，没有啊，反正我在里面我也没事做，我就对着太平间的里面的镜子，我唱歌就唱了一个晚上嘛。她话刚讲完，她身边刚刚原本很雀跃的这些学长啊、学姐啊、同学啊，大家瞬时间脸色都铁青了起来，然后一副你看我我看你的样子。这时候小美她就纳闷了，为什么针对我在太平间打发时间的这个动作，你们会有这么奇怪的反应？这时候有一位学长就讲话支支吾吾的，就跟小美说，小美你知道吗，我们的太平间没有镜子。啊，有鉴于这个 WinEVP 的效率，我们直接把灵魂盒子放在一个定点，然后用另外一只麦
去收音。然后我想要问的就是，在这间所谓的凶宅，是不是真的曾经发生像人家所说的那个人鬼抗争的大战？这个房间的门口门梁上面的这一条皮带是有人自杀用的吗？刚有出一点声响哈，这边继续。我想问，刚是不是有人敲东西？还是有朋友刚敲东西？据说这间房子的屋主，因为住在这边受到其他世界或者其他的维度的骚扰，最后不堪其扰，选择在这个房间的门口上吊自杀。那上吊自杀的这个朋友，你在这边吗？在这间房子自杀的这位朋友，你能告诉我你生前碰到什么东西吗？阿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照片会被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上面还贴着符咒吗？你是不是被禁足了？是阿嬷？嗯，是阿嬷。刚刚好像有人进来，扰民了。可后来没有，我出去看没有看到。刚午，刚午没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人。哎，刚没多，没多底下都有怪胆机。什么？摇椅自己摇。摇椅吗？这蛮有料的。酷哦。撤了吧，吃宵夜了。哦，该吃宵夜了。吃宵夜了，走走。